我是公关研究生的112年了，28瑞邦瑞邦站，9:05，说八月四有明日预警，官方专利准备通过。耶，我的6050-4号记录发车电话通信开往瑞穗的明日预警官方专利哦，1236-1238。上明日号电脑准备通过，原6050-6明日系景观专列。捷明日系景观光专列要在瑞邦二航站通过了，6050-4号开往瑞穗，以及我的1714瑞邦发车。九名要开往青龙的 DRC1029+DRC1016+DRC1015，连接 DRC 原车车客车，感恩自然，拜拜。